兄弟们，这三天的渔获呀，没有几条啊，小呛水蹦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看后边，看后边，还可以啊，有几条，能有个七八条吧。这大鲤鱼也太漂亮了，拿什么搞呀？进去拽啊，这些大鲤的。这三天了，这两天鱼情是确实不给力呀，钓的不是太理想啊。兄弟们啊，这鱼小筐里边装着板板正正的，就来一条。我们这现在四个啊，可能是有个七八条吧。兄弟们单看一个鱼啊，看看这个漂亮不漂亮，嘿嘿，真带劲呢。这南蛮江的鱼就是好看，这大鲤鱼这个是18斤6两，这个啊14斤4两，这鱼俩色不一样，这个小，这个不大。